啊！有没有死？我咬一口。左边你有没有？没有。吃饭。有。左边刚好这边有尾巴，不知道你有看不到吗？他看不到。好了，对吼。哎、欸，他刚有在里面吗？没有。没有。我一直在外面。那看不到，我以为他刚如果是挂在里面就看得到。电脑。黄。不动。转身又转身。左边你好软哦！我怎么这么软？我什么都没动。你的防装有强化过吗？你好像比奈斯还夸张哎！奈斯刚是被大局烤死的。可是我刚好像不是满血。有啊。我看你，我也是看你满血死掉。嗯。你现在防御多少？087，807，807，087，087，还差太多了。807还蛮低的吧？我都920了。我是不屈啦，有不屈才1000多的。我有920嘞，我有不屈应该也是1000多。我身上有一个钢龙手，我会等着打赢我。那是等下，那是等下，那是等下。那先换其他的，不用。好。我等下再看。又黄了，他要走了，快挂了没？好像还没。他妈痛苦！没事啊，搞不好看到他马上就睡着了。不，不，好睡。所以。哦，你说睡哦？那你听的什么？我听的所以，所以，所以，所以什么？哎呦！哦，终于，不要过去！麦基丁，大林麦玉。对，捡了那么多东西，还没有捡到大林麦玉，好扯。他躺下来了。哎、欸，这只鹿让我骑嘞、欸。不会把你摔下来啊？没有哎、欸，可爱啊。所以你要去打了吗？
哦，没事，我吃迷药。我希望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活得很好。你很好。我是细牙嘞，喷不动。终于，终于。哎，刚刚的那根跟他的身体其实蛮合的，那个，很接近的感觉。哪一个啊？那个啊？在哪里？在他的脖子。你很会藏哦。摸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我的那个蒙牛龙。好，你要哪个地区的蒙牛龙？都可以，只要它是力战的都可以。然后这边有个巨大矿脉。哦，那个我想说故意不挖的。想说故意不挖的话，会不会有一只有多一只红色？好像也不会，不会吧？其他的还是会继续更新。我穿不到我的拖鞋，我的拖鞋。对啊，又出魔物，我猛牛龙怎么那么少？才三只哎！啊，也太少了吧？对啊，歪本。歪版，哇！他是派林立鸟去自杀，是不是？现在是，哎，哎，你干嘛？按错了。你是要布局哦？哎，现在是要打什么？蒙牛啊！我有 bug 了吗？还没啊，还没出来啊。哦，还没出来是？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！讲主机了，讲主机了。不要紧张。一切都在掌握之中。Yeah, man. 智障之中。王将中。来。哦，他的脚。哎、欸，嗨、欸。他现在是走这里耶。他也是有打蜡过哎。嗯，亮晶晶。普林普林呢？热饮效果没还是怎样？我刚好喝热饮嘛。我喝错，刚很紧急。有回，我看到繁星身上也是热饮。我想到为什么我这边跳一个热饮效果结束？刚很紧急，不要这样，再撞吧。没了，机会没了。机会不属于我。耶！力战的巨大脚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要的是力战的巨大脚吗？哎呀，你要的是那个吗？我自己都不确定了。哎、欸，好多珊瑚的石头。
哎、欸，跑掉。No。我是那一根居然没有涂好，完了，火也软化了。不要这样。哇、哦，超痛哎、欸！流下来的石头也会变成它的，它的形状吗？路障啊，它的对吗、啊？哦，好像是撞那颗，哎、欸，我还是被撞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好，上去了。可以撞哦！我起飞啦！没啊，没关系，我在很安全的地方。我连勾三次都没勾到他的头。我想磨刀。欸、他发现我啦！我原来在那边了，靠背。哈哈哈哈哈！他跑过去了。哎、欸，超安全呢、欸。竟然发现他鼻子上面有一根耶，对啊，鼻梁吗？两根大的加鼻梁那一根，你想帮他加粗对不对？痛，想把它拔掉。不止痛，你还湿，又湿又痛。那一坨什么、啊？喷瀑布，啊！好啦，我帮你补了，帮你要死了。不会。哎、欸。哎、欸。啊，他刚好转头。没事。没事没事。很长花色。吗？吗？哎呦！哎呦！爆炸了！我丢他粘着死哎、欸！
明卓石好棒啊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哎呀！明卓石好好玩哦。那我要来试那个了。你试啊。发射飞翔爪。有吗？可是好像他在生气的时候也还是没有用。为什么你有发射飞翔爪？就是按住 L2， 他会有发射飞翔爪。可是骑乘好像不会强制让他可以撞。嗯。所以没什么用，嗯，好，除非你想要软化，不就黄眼骑乘的时候啊？对啊。欸，他挖我再回他石头。可是用飞翔爪的话就不能让他倒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黄了黄了，你看你看你看，太猛了。那次打，那次打。对，他头上那个粘着石打的时候，那粘着石会爆炸，有那个伤害、哎。很爽哎、欸，那个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我，哇，红了。找粘着石玩。哦，快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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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哈，好爽哦！不用怕，我保护你。他的膝盖上也有一颗、哦。对啊，我是丢的，可以打他。他被粘着石炸倒了。我这么怕粘着石？那些东西会让我的毛打结。骷髅，骷髅，骷髅！我真真确确看到是骷髅。打胸才的，尾巴哦，尾巴哦，好啊，休息一下，嗯、我这边差不多。握手把握到手会麻掉。晚点再玩。就跟你握滑鼠会握到那个机器人一样，玩穴道，完蛋了！我那时候以为晚睡到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太晚睡吗？晚，太晚睡到。对。对啊。哎、欸。SP， 上好像一直打就好了，也不用特别穿衣装去实验部啊。哎呀，那个剑没有多到说打不那个要打很多伤才打完。嗯，好啦，今天下午感谢收看，今天先开到这边，晚上继续开，等下吃饭了。昨天玩太晚，早上起不太来，然后又剪个片，剪完片就继续开台啊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。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拜。